朋友们好，我是安安。今天不用做核酸了，那我就去药房买点药。我打算买点感冒药、退烧药、咳嗽药。不用买太多，就是家里稍微准备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今天这个防护呢，这个戴了一个 N95 口罩，我今天防护挺好的。现在我就去买药。这个拿两盒吧，这个。好。对，退烧的药再来一点吧。啊。这个是退热的，对不对？那什么牙疼都可以吃它，对不对？好好，来一盒吧。这个是抗病毒的，这个是几十个呀？这个。大人的话，早中晚各一只，小孩是半只。啊，好的，这个也来一个吧。药买回来了，也没买太多，就是有的买一样，有的买两样。一会儿朋友们帮我看看还缺点什么，然后我再去买点。我就这样想的，我就怕有什么意外或是突发情况哈，家里备点药，就是心里比较安稳嘛。而且他这个药，我看他这个保质期时间都挺长的，在家里多放一会儿也没有关系。朋友们帮我看一下啊，还缺什么？大概就是这几种吧，四种：莲花清瘟胶囊、南芹口服液，然后这个是退热的，这个是好像消炎的吧，这个是。这总共花了240。